哪些是用神，哪些是敬神啊，然后哪些是棒的，哪些是差的，你能看出一些名堂来吗？好，把字先大家先抄一下，然后我们还是走这五步。甲午年，戊辰月，戊申日，丁巳时，啊，这八个字。大家如果抄好的话，第一个问题请回答，生下来那一天日空什么，戊申日空什么，查到了没有，是不是寅卯空啊？啊，那你就在边上写上日空寅卯。同学们，康熙的八字里出现没出现寅卯？没有，所以没关系，写在那儿。这影响大运和流年，如果大运流年里面遇到了寅和卯，也叫空。现在先不跟你讲那么复杂的问题，八字里没有，八字里没有啊，没有空，没有空的地支，这个问题讲清楚了，寅和卯空，他八字里没有。好了，写五行，同学们你来写写看会不会。甲是什么？甲木，午呢？午火，戊土，辰土，寒水，然后戊土，申金，丁火，巳火。这是第一步，我们完成了。查日空，写五行，这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事情。啊，这是你对表格都可以做到的事情。第二步我们要干什么？中间两个字有没有被两边绑架？你们看申金，首先这日子被绑架没有？没有。为什么没被绑架？这什么关系啊？土生金，说明这个金被增加了力量了，所以没问题了。我们再看看这个尘土有没有被两边绑架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火生土啊，所以没问题啊。所以这个格局可以正常的来进行运作的计算的格局啊，所以第二步完成了，没有被双制，没有被双方绑起来，没有被捆绑。第三步我们干什么？同学们奉献御令啊，司令官作用啊，什么关系？是帮还是打？帮。是不是帮助的？是。加号还减号？加号。加号，这里一写加号，是旺格还是弱格？旺格嘛，你首先知道这是旺格了嘛，写个旺字，因为旺有两种啊，一个叫旺志，还有一个叫什么？重旺。重旺，旺到节点。那么现在无非就是来看了，那么什么叫重旺？如果已经出现了第一个加号，剩下下面全是加号，没有减号，就叫重旺。只要出现一个减号，叫什么了？就叫旺之嘛，跟上面反一反嘛，很容易判断的。好了，下面我们就来看了，啊，跟这个我的关系喽。你们看，这个跟这个什么关系？该有甲木。是马上就有甲加号，还是要看周围啊？周围有没有支持他的？看一个就够了，火和土怎么样？这三个里头至少火生土嘛，还有这个土帮土嘛，说明它是正常的，没有被拉住，否则都反对它就拉住它，没有被拉住，这个是什么符号？加号。加号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什么符号？为什么是加号？火生土，你这样回答还不够，还要看它怎么样。下面支不支持他？支持。支持，火帮火，所以他可以发挥作用了。加号减号？加号。然后再来看看
金和土什么关系？金泄了土，你要学会这个。金是个泄了土，什么符号？减号。什么格？是从旺还是旺至？旺至，因为出现了什么？出现了一个减号，所以康熙的命格叫旺至格，就这样来的。啊，毛主席刚才分析是入柱格，这里就是旺至格。啊，这是康熙八字的一个类型特点，没有好坏之处。嗯，下面我们就来分析用忌神了。分析用忌神，对哪四个字而言？哪四个字是要我分析的？月干、时干、年干三个干，再加一个什么？月支。啊，这四个我们要分析的，因为涉及到对人生的分析。好，我们首先看戊土是用神还忌神？你看火生土正常的发挥作用了，土帮土是用神还忌神？想好了回答。望这个是希望帮助还是希望制约？我需要制约你来帮我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好啊！所以这个你不要随便回答，因为我需要制约，你出来帮我过头了。就像我已经站到悬崖边上了，你应该把我拉回来还是推一把？拉回来，你推一把我死了，这就帮你就推一把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，这是打岔的喽，听懂了吗？我们看看这个木是好的坏的。木是好的坏的，它是传导的。木克土，打击了坏人，它是好的坏的？好的坏的？这不两种声音，打击坏人的人是好人坏人？好人嘛，打击坏人啊，他当然是好人了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火好不好？丁火好的坏的？为什么坏的？那他帮助了嘛，所以坏的嘛。脑子转得过来吗？应该没问题吧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好的坏的身体。好的。哎，减号，空业打击他了，所以这是什么？很重要这一步，你就把什么有用什么没用给分出来了，是不是？然后下面呢就把食神定出来，很重要，以后你都可以查到，因为我这是训练你，跟你讲四种命格训练一次，以后都能查到这些内容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戊土叫什么，六亲关系是什么？土土叫同我，是不是？同和土嘛，同我叫什么？同我结比呀、啊，是结还是比？相同的永远叫比，一样的嘛。比肩就是相同的意思，简称比，啊，比肩就是比。我们再来看看甲木叫什么？克木克土，克我为官，什么官？偏官。为什么是偏官？同性。两个同性，偏官我们写缩写写什么？杀。杀，哎，你慢慢走成正规的上去了。啊，因为万一凶了，就是七杀了。好，我们看看这火叫什么？火生土叫生我为应，什么应？正应，因为是不同性，写这个应。是不是出现了三个六亲关系？还有七个在哪里？按什么规则？还有七个躲在哪里？正一偏，比肩是正还是偏？偏。比肩是说偏的。正印呢，正的叫一正一偏，剩下的怎么走？正随正，偏随偏，所以这里出现了什么？正官，这是最重要的了。还有呢，正印有了，还有什么？正财，还有什么？伤劫财，还有呢？伤官，这是四个，加上这个五个正都在这，看见吧？啊，五正全在这里出现了。然后这里呢都写偏，写哪几个？第一个是什么？偏官还写不写？不写。不写，为什么？
在这儿呢已经写出来了，透见了，所以这就变成什么？偏财，然后呢偏印，然后呢比劫有了，还剩下什么？食神。这不就十个关系都出来了吗？我打中括弧的黑体字都是叫饮食神，它出现那个柱子上地支是要反断的，就唯一的例外，其他的都是一样的。这个一写，你马上对这个人的八字可有个说法喽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康熙辈子的左官的命好不好。正官，正官打叉打勾，打叉说明左官有没有压力的，他要去左官，有压力的官不是这种轻松的理想的官，但是这个压力能不能去掉看什么？外环境内环境。好，你们看现在外环境就变成左边这个字了，什么关系啊？火生土，火生土，外环境让这个打岔的多了还少了？少了，少了，说明外环境对他有利不有利？有利，有利啊，有机会啊，有贵人啊，啊，往前走的阻力没那么大呀。而且这外环境还表现出是谁的力量？自身，我自己的力量，说明他有这个实力，不仅仅靠别人，还靠自己，可以把这个官给控制住，让当官里面不好的东西去掉。所以外环境对康熙皇帝来讲很好啊，啊，我们看看内环境好不好？好。火帮火，打岔的多了还少了？多了。多了，表面上看是好还是坏？表面上看是坏，但是他是正官，是引射神要反断的，好还坏？好。好啊，这步听懂了没有？啊，火帮火，打岔的多了，对正印不好。但是对正官反断是好的，说明他是有能力做好他的官的，也就是说有能力做好这个皇帝的。能不能控制实权？能。能不能做大？能做大。这些现象全给了你了，啊，全给了你了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些呢，都希望你呢要考虑到，啊，这是他官的一个特点，啊，下面呢，我们再看看他的身体，啊，因为我们。粗糙的看，以后再说细节的问题。身体，康熙皇帝刚才说了五项，第一项看什么？身体长寿短命，第一项看什么？五行分布。好，我们看看最多的是什么？一个土，两个土，三个土，还有什么？三个火，还有什么？一木一金，缺什么？缺水，含水不算啊，含水是它的特点。偏不偏？偏，还没有到达偏，四个才叫偏。哭不哭？也不算很哭，缺一个，缺两个就叫哭，但是不是最理想，是不是？刚才毛主席那个你看到了，那五行的分布是最理想。这个呢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，看四柱得不得地。得不得地啊？土土一个得地了，火火两个得地了，已经出现两个得地了，当然四个得地更好，它有一半得地了，对不对？至少都是比第一个条，第一个比中等好，第二个也比中等好，对不对？第三个看日支本身是用还是忌？用。好的啊，好的，又拿到一封了。第四看什么？合还是冲啊？你看得出来吗？合还是冲？哪个合？哪个？生啊，请注意啊，生中间缺一个子，一般情况下呢，上面有水才判半合的，连着的都叫半合啊。我这里再跟你说一下。比如生子辰，如果生子在一起叫半合，子辰在一起也叫半合，如果生辰在一起
上面天干一个出水才叫半合。现在上面有没有水？没有，不能叫半合。那么四神你没看出来吗？这是什么四神？地支六合的里一个合啊，四神和什么？和水啊，它是有一个合的，你没看出来？四神和水啊，对不对？这个生子辰缺一点啊，否则它就是三合局了。所以呢，也还说得过去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四合神想行吗，老师？哪个？四合神想行啊？哪个？就是四合神和水，叫它想行吗？这里属合。四神合啊，我们相信只有一种情况，丑戌刑要建立啊，在这现代断法里面。老师啊，四神合水，那么对那个城市有没有帮助？有没有？不，这不讨论帮助不帮助，讨论那个身体，就是看合多还是冲多，不讨论细节。最后要看什么呀？能不能流通啊？感觉流畅不流畅？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要生水才走得通，走不通。所以呢，身体是差还是中上等，还是中等，还是很好？你能得出结论吗？中上等，应该算中上等啊，不是最棒的，应该中上等啊。当然，他当皇帝条件好，这个还是比较长寿的，应该说是啊。好，这是第二个命格。啊，细节还有大运流年什么，我们慢慢往下讲。我们再来练一个命格，然后再初一看，你能告诉我一些概念。啊，我们看第三个命格，就是刚才啊，我们超过了薄熙来，把薄熙来的八字啊，你看到这个抄就行。小李把这个抄掉。我们将从薄熙来的命格引出大运流年的概念，因为他的命格太经典了。好，我还翻回去啊，先不给你看答案，我们还翻回去前面六条怎么走。薄熙来的八字，你抄好的话，请你走第一步，查热空，热空什么？是不是热空城市？啊，这个一查你就查到了，应该叫热空城市。它的命格里有没有？有没有出现？没有出现，不用管它了。好，然后写五行，请你把八个字的五行对出来。己是什么？己土，丑土。寒水，根金无火，甲木无火，甲木戌土寒火。啊，同学们把这个五行啊先写出来。啊，五行先写出来，这是第一步。都写好了吧？好了，我们进入下面了，第三步了，看看哦，第二步有没有被双两边绑起来，中间两个字有没有被绑起来？没有，肯定没有，两个五火互相帮忙嘛，所以正常的发挥作用，所有的字都在正常的发挥作用。好了，进入第三步了，司令官月令是帮还是不帮？不帮。无火对甲木是帮助还是打压？打压。火泄木，对不对？火泄木，加号减号？减号。减号。是禄格还是旺格？
洛克，所以这里你首先写一个洛字了，50%也已经没有了。洛无非两种，一个叫洛柱，一个叫重洛。如果没有一个加号再出现的话，就叫重洛了。好，我们看到底怎么样啊？我们看对我的情况，看金对木，是直接看还要考虑周围？要考虑周围，八字八字你不能周围不管的。周围有没有支持他的？有。你看土生金嘛，支持他吗？所以他就可以去干活了嘛。那么金对木，他干的是克的活还是帮的活？克的活。加号减号？减号。减号，我干的活是克的活，减号啊。他那要是没有帮助是加方哪个？什么？如果没有帮助，零，不发挥作用，就写个零就可以啊。我们马上会碰到一些这样的现象。你比如说这个甲木对这个甲木零，能马上说吗？不能，要看下面支不支持。不支持。下面不支持，说明他不干活了。零，懂了吗？这叫零，不干活。既没帮也没制约，这叫不干活，叫零。零就等于不存在，你当他不用考虑就好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无火对他什么作用，帮还是制？制啊，火泄木啊，加号减号？减号。什么格？重弱。是落柱还是重弱？重弱。没有加号就是重弱，三个减号一个零啊，叫重弱格，懂了吗？啊，叫重弱顺字格，写全了啊，初学写全了，重弱顺字格。啊，重弱顺字格。重弱顺字格的特点，顺着断不反断，这句话非常重要，顺着断不反断，直接拿上去就断。啊，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，叫顺着断不反断。啊，顺着断不反断。啊，你先别看我这张表，下面我要用别的数据的。顺着断不反断了，不像刚才要考虑啊有没有地支，有没有反断的问题，有没有根的问题，他不用反断直接来。请问根基是好的坏的？根茎好的坏的？顺着它走，顺着断。现在顺着什么？顺着字就是好的，听懂了吗？金科目好的坏的？好的。好的坏的？好的。好的顺着制约就是好，顺着断。现在我要制约叫顺字嘛，听懂了没有？这根茎打过打叉，打过好的，听懂了吗？土生金，这个土是好的坏的？坏的。好的。这两个是传导的，他帮好人，所以他一定是什么好的。这个不能对他，我说过了啊，要传导过去。他帮好人，他觉得好的，听懂了吗？嗯。没问题吧？嗯。最后一个，天干，这个甲木，不要看地支。为什么他要顺断啊？不要反断，不看地支。这个甲木和甲木是帮还是支？帮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我要支。所以他是什么？打叉，坏，懂了吗？这是非常关键的。你这个打叉打勾打的错，断就下面全断错。哎，然后再来看这个，无火对甲木，是帮还是不帮？不帮。好的坏的？好的。好的嘛，不帮就是好的嘛。会判断了吗？我需要什么你给我什么。进货箱我吃得很饱了，你不是再给我吃，你应该让我上洗手间去，你再给我吃我就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需要什么给什么才叫用神。所以这一步听懂了吗？用机神，薄熙来的用机神。好，听懂了。
下面我们要把食神写出来，我看你能不能正确的写出来。艮金代表什么六亲？金克木，克我为官，什么官？偏官。偏官写什么？写煞。写煞，对不对？你把时辰给搞清楚了，克我为官是偏官，所以写煞。好了，土和木什么关系？是木克土，是我克为什么？我克为财，是什么财？正财。正财偏财，因为两个异性叫正财啊，简写完整的财。甲木对甲木叫什么？比肩。哎，两个一样的永远叫比肩，你想都不用想啊，就叫比肩。这是三个你看得见的东西，还有七个你看不见的，按照什么规则躲起来？男左女右。正财偏嘛，就是一正一偏嘛。七煞是正还是偏？偏。比肩是正还是偏？偏。同位偏按什么方针？男左女右。男左女右，所有的正都在左边啊。所以呢，所有的正呢，包括什么呢？最重要的是官，正官正财有了，正印，还有呢伤官，还有呢劫财，是不是？嗯。好，那么所有的偏呢都在这里出现了，偏官已经有了，不能再写了吧。然后还写什么？偏财、偏印，然后呢食神，还有呢没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这里有两个，对吧？这就写完了。关系很重要，因为下面是要进行分析的啊。好，这个写完了以后就给你第一感觉来了。请问大家，宏观的来看，不系来的官运主业好还是不好？好。官运主要看什么？正官。正官是不是？正官是打勾的，说明他这辈子应该有一个比较的理想的事业，是一个当官的命。好，我们看看外环境好不好，内环境好不好，他个人起了什么作用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看外环境如何。好的，说明他这辈子会遇到比较多的机会和贵人，而且当官的阻力不大，顺畅，这叫外环境啊。外环境我们看看内环境好不好。火克金，好的多了还少了？少了，但是要反断，引射成反断的，对不对？引射成还是要反断的，反断的结果好了差了？没转过来，再说一遍啊。火克金，按道理好的少了，但是因为反断又多了，因此主业这个字起了好作用，说明他有没有能力？有能力。能不能掌权？能掌实权。能不能做得很大？能。这三个要素都有。老师，这不讲不反断吗？啊，这个指的是用忌神的时候啊，用忌神不反断啊，用忌神不反断啊，不是说引射神那两码事啊，用忌神不反断。刚才我们断命格的时候讲到的啊，引射神还是要反断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他的外环境的坐下好不好。这个外环境的坐下好不好？土帮土啊，好不好？好。说明他坐的级别可以怎么样？高。高啊，位置很高，坐的比较高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四个呢马上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人可能的一个状态。那他个人跟主业的关系，刚才我们没有细分析，现在来做一些分析。个人跟这个什么关系啊？
是帮还是不帮？木耗了金啊，让这个减少了。那么这意味着什么？如果是帮啊，如果这里是土，土生金的话，这里是土就是帮的。如果是土生金帮的，意味着这个人可以靠自己的一技之长来实现他的事业。如果是不帮的，说明主要靠组织大家来实现他的事业，而不是靠自己一技之长。听懂了吗？比如你是个艺术家歌星，是帮的，说明你依靠自己唱歌就能够赚钱了。如果不帮，你可能是组织歌星来唱歌，所以他是个组织者，而不是靠自己的直接的个人的一技之长来做他的事业的啊。这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。好，他这个格局里呢还可以看出更进一步的一些关系，比如跟老婆的关系，跟子女啊，和离婚的老婆哪个好哪个不好，你能看出一些名堂来吧？因为他家比较熟悉他，我们多讲几句。你们看老婆用什么信号？正财。正财，正财对他是忌神还是用神？用神。用神啊，对他是好的老婆。但是他跟老婆的距离是缘还是近？缘，说明感情和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，感情不够深，在一起的时间不够多。尽管这个老婆不错，那么这是第几个老婆？请注意怎么看第几个，因为甲和己叫阳和阴，老婆和丈夫也叫阳和阴吧，这叫同步走。凡是同步走，这个字是单数而不是双数，听懂了没有？再说一遍，夫妻关系叫阴阳，这两个字是不是也是阴阳？这叫同步走，大家都是阴走阴，阳走阳。那么这一个字代表的是单数，如果打勾说明单数好，如果打叉说明单数不好，听懂了没有？那说明博士来的第一个老婆是好还是不好？好，因为是单数，所以博士来的第一个老婆应该是一个比较棒的老婆。反过来第二个老婆好不好了呢？就叫差的老婆。凡是遇到这样的格局闹离婚的人，我们都要劝他，你想好了，你找到第二个还不如第一个，你准备第二次再离婚，你干不干？干。啊，这个从这里都看到的信息啊，啊，看到的信息。那么所以呢，第二个老婆呢就会起了坏的作用。请问同学们，偏财代表什么？对男的来讲代表什么？女朋友啊，女情人啊。你们看女情人对不是来起好作用坏作用？坏。现在在哪里？打什么号？所以他周围跟他混的女人肯定对不是来都起了坏作用啊。而且你们看他们在一起彼此怎么样？默默乖，这个指的感情上比较相投，但是起的作用怎么样？都是坏作用，所以他的女亲人都被他对他起好作用。偏财也包括已经离婚的老婆，也叫偏财，已经成为女朋友了。被离婚了的老婆啊，有时候也叫偏财。但是第一个我们已经说过这个老婆好的啊，第二个老婆不好又变成偏财又不好，那么第二个谁？那就是古开来吗？对不对？第一个是那个李雪峰的女儿嘛，人家很棒的嘛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是这个古开来，另外他周边还有很多女性围着他转，都要有问题的。另外儿子，他的儿子对他起了好作用坏作用，你看出来没有？儿子用什么？是神代表儿子，因为是同性的啊。刚才上神讲过了，蛇神是同性子女，父亲跟他同性的就是儿子啊。儿子打什么？打叉。儿子给他不起好作用啊，不起好作用。那么这里都是可以看到的一些信息的含量啊，信息的含量。当然你也可以分析更多的东西啊。下面我们会写不是来哪一步大运好，哪一步大运不好，哪一年最坏，你完全可以自己算，因为他的八字太经典了。帮我们看看身体吧，不是来的身体怎么样？
五条。第一条，五行怎么样？我们看几个图，三图啊，两个火，还有呢，两个木，还有呢，一个金，缺什么？缺水。五行缺呢有两个反应啊，一个是如果缺的多对身体影响，另外性格上可能这方面会欠缺。缺水意味着欠缺什么性格？柔和灵活性差，独独病。好，这个叫偏还是叫哭还是不偏？也不哭，基本上哎，四个就叫偏，还没有达到偏的程度。缺两个叫哭，还没达到哭的程度。但是是最理想的吗？不是的，你已经看出来了，这是第一条。看四柱得不得地，支持不支持？土土支持的，还有下面支持吗？火金不支持，火木不支持，这个也不支持，四分之一的地，不算太坏，但也不是很好。第三，日支打勾打叉，打勾，打勾，这个完整的拿到了，这20%。打勾意味着这部分很厉害，无火打勾意味着身体哪一部分最强？心脏，火，心血管系统特别好啊。那么这辈子它会产生什么样的身体问题？脾胃。什么东西让火不好了？脾胃。肾土。水要去克这个火，所以它要注意肾的问题。另外火会变成土，也要注意消化的问题啊。一般来说去克它的力量在身体上，我不知事业上，身体上去克它的，按照补断法去克它的那个力量往往是影响身体最主要的，因此它最主要注意什么？肾的问题，肾功能的问题，水系统也包括泌尿系统啊，这样一些问题，总的来说是很好的。然后你看喝最多还是冲，行冲多，上面有没有喝的？甲几喝？甲几喝一次，再甲几喝一次，喝了几次？两盒。下面呢？五虚半合火，五虚半合火，喝是不是多？所以身体怎么样？丑虚还是不算？我说过了，行，我们只考虑丑虚行，刚才反复强调了，其他力量没那么大，所以它的合还是多的，所以身体总体来说给你感觉怎么样？好的。另外它生的时辰叫什么时辰？六甲时辰叫什么？天显时刻。遇到好事比人家更好一点，遇到坏事没那么坏。如果不要遇到他这个事情可能怎么样？走人了，他还不至于吧，对不对？哎，游行啊，你说对了，李总很棒，两个和还有一个冲，总的来说是合多。丑戌刑啊，还有一个刑啊，爻个刑还是有的。五戌合，五戌合，甲己合，甲己合，四个合一个刑啊，总体来说不错。有没有格局流畅？流畅不流畅？你看啊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可惜这不是水，走不通了，所以格局不算特别流畅啊。我给你看看几个100岁老人的八字，你就知道了人家的为什么100岁，先天条件在哪，一会我给你看看。那么我们现在呢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了，大运，薄熙来每10年走得好不好，大运的概念啊，这是又是一个新知识点，希望你认真的听关于大运。第一问题要回答的，起运，几岁起运？每个人开始走上人生的路，哪一岁开始走上人生的重要道路？这叫几岁起运。
那么他是这样来考虑的，男性羊年生人啊，计算啊生日到下一个月起日共多少天啊，男性羊年生人计算生日到下一个月起日一共多少天，要算这个数值。如果男性阴年生人呢，不是羊年生人，阴年生人呢是计算生日到上一个月起日共多少天，要算出这两个数值，这两个数字作为依据的。女性阴年生人啊，要计算到下一个月的一共多少天，也就是说男的顺女的啊，阴阴顺阳阳顺阴阳就要列着算了啊，算到上一个月。女性羊年生人要计算到上一个月起日共多少天，以这个作为大运的判据。先把这四句话大概什么意思先知道，然后具体我们就可以来算了。啊，然后这个天书出来怎么这层几岁起运呢，古人经过经验的摸索只得到这样的，三天为一年，如果到你生日正好三天就一岁起运，六天呢两岁起运，九天呢三岁起运，叫三岁为一为一年，三天为一年，一天为多少你算出来了吗，一年几个月，十二个月，那么一天几个月了，四个月，三天一年十二个月，三天相当于十二个月，一天呢相当于四个月，一个时辰相当于多少，如果差一个时辰十天，你看一天多少个时辰，12个时辰，一天是不是十二个时辰，对不对，那么一天多少个月，四个月多少天，四个月三四120天呢，所以每个时辰多少天，十天嘛，所以它是这样制合的啊，它就是说根据你算出来的多少天多少个月，如果细致的话，粗糙一般就算到年就可以了，不必那么细，如果你必须要算那么细，连每一个时辰都可以算，但是一般我们算到年，你粗粗的一估计就知道几岁起运，就按三天算一年嘛，其实是非常简单的。那么我们结合薄熙来的例子，你马上可以知道他几岁起运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薄熙来，1949年7月3号生的，八字出来的己丑年，请问己丑年是阳年还是阴年？阴年。己是阳还是阴啊？阴啊，所以他是男性阴年生人，计算的天数不能往前走，要往后退到那个月的起点，请问七月退到哪一个月的起点，六月是哪一天开始起月的，6月6号，上午刚刚给你写过6月6号到7月7号，所以是不是退到6月6号，那么3号退到6月6号，请问多少天，你会算吧，应该7月3号推到6月6号多少天，首先7月份有三天吗，6月30天吗，减六多少天，三十减六25天，
二十五天加上七月份的三天多少天？八天除以三，多少？九岁多一点吧，所以他九岁开始计算大运。那么九岁是哪一年？五八，就这么简单。从五八年起大运，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算出来。你哪一年开始走上人生的正常的、有影响力的、有规律的轨迹？他从1958年开始走有规律的轨迹了。首先哪一年起运，回不回了？就这么算，是吧？几岁起运很简单，就到这个月多少天除以三就行了吗？三天算一年吗？你肯定错不了的。啊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，这个大运叫什么名字？也就走在什么大道上？啊，你八字有了，现在走在什么大道上？运，啊，命运啊，命运命运，八字叫命，走的路叫运，叫命运。那么命运的运走在什么路上啊？大运怎么走呢？啊，大运那边实在是第一啊，这第二那边能擦吗？能擦我就擦掉写在那边了，如果不能擦呢我就擦掉好吧。啊，这个都擦掉了啊，我写第二步了。大运的运柱就是走在什么路上，大运的柱子是什么啊？写第二步。好，谢谢。大运叫运柱，也就是走在什么大道上，你人生走在什么大道上啊？它是这样走的啊。以月柱为起点啊，以月柱为起点啊，男性羊年顺着走，阴年逆着走。就是这个柱子啊，羊年男性的顺着走，如果是阴年逆着走，啊逆着走，啊，那么请问同学们，现在己丑是羊年还是阴年？阴年。阴年说明这个月柱是倒着走还是顺着走？倒着走。倒着走就查六十甲子表庚午往后退，会查吗？查你的六十甲子表，每个人有表的。六十甲子表庚午往后退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庚午往后退，庚午月往后退，什么月？庚午查到吗？哎，庚午往后退是什么？往后退着走，是不是己巳？庚午往后退，六十甲子表是不是己巳？己巳再往后退，戊辰，戊辰再往后退，丁卯，念下去，丙，乙丑，甲子，癸亥，壬戌，会了吧？这就是他人生没实践走的大道。那么从哪一年到哪一年呢？每一步走十年，即时大运从1958走到多少？走到1968。戊辰大运呢？从1968。走到1978，丁卯大运呢？从1978走到1988，丙寅大运呢？1988走到什么？哟，这比较偏乱了啊！这没啊，你看这个十年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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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懂了吗？啊，这没排好，这大运自己跳开了，就是每一步大运要走十年。就是平均来讲，这十年的宏观的概率是走在这样的路上，这就叫大运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薄熙来每一步大运好还是不好，怎么看，就教会你怎么用大运了。
啊，因为他的八字经典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第一步大运啊，即是大运，那么还是以贞观为中心。请问大家，贞观在哪里？刚才已经写过了，是不是在这个柱子上？贞观在这儿啊，而且和偏官正好在一个柱子上。贞观好，偏官，从天干角度讲，贞观好，偏官也好；从地支角度讲，偏官好，贞观不好；贞观好，偏官不好，因为两个是反断的，地支是相反的作用，但是天干都是相同作用。而且经断法更加着重于天干，因为地支的力量已经含蓄在天干里面了，所以我们就看天干的影响就知道它十年好不好了。请问第一个十年好不好？己土，你看己土跟己土什么关系？是不是互相帮忙呢？己土跟庚金什么关系？表面上看土生金，但是同性不同性？不同性，力量小，可以忽略不计。那么这两个字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是加力的，这个基本上保持原力，没加力。那么这一步大运好不好？它本身是好的，外环境怎么样？两个一样的字，还错一个名字，叫食神，力量更大。啊，食神。啊，一般来说是看流年，有时候大运也会看一下，多少会有影响，流年影响更大。啊，食神指的大运流年与八字某字为同一个字。啊，尤其流年不要一定要看。啊，流年会重大的影响这一年发生的事情。但是不管怎样，己加己这个力量是大的。啊，食神指的是大运或者流年的与八字里某一个字为同一个字，啊，尤其是流年。啊，当然现在大运也有一定影响。所以呢，我们看一个宏观情况，最主要看两个，正观和正观的外环境，而且有时候外环境比正观本身都重要，因为坦率的讲，在任何一个社会，你的能力固然重要，但是机会和贵人，你认为哪一个更重要？一个人的能力重要还是机会贵人多重要？机会贵人多。你再有能力没人给你，你照样不行。你能力差一点，机会贵人都给了你，你倒起来了。所以呢，外环境在我们断食的时候看得比正观本身有时候还要重，理解了吗？嗯，这是社会的价值观引起的。你到任何一个社会，你的能力固然很强，没人赏识你，不给你机会，你照样不行啊。所以呢，这一步大运你认为怎么样？好，那因为这个好啊，所以他这一步大运没问题吧？好，我们看第二步大运好不好？戊土，戊土帮不帮己土啊？帮。表面上看是帮的，但是是不同性的，可以忽略了，等于相当于零。但是这个帮不帮庚金？帮。主业本身好了，这个意味着什么呢？平台高了，平台升起来了。但是外面的贵人机会并没那么多，但是平台升起来了，听懂了吗？所以这步大运好不好？还是好的。好，我们继续看这步大运好不好。丁火和己土什么关系？火生土啊，同性啊，说明外环境怎么样？大大改善了。丁火和庚金克不克庚金？不克呀，不同性啊，保持原力啊。所以这步好不好？好啊，因为这个好了，听懂了吗？所以呢，这步又好了。我们再看这一步好不好？丙寅大运，丙对土帮不帮？不帮，因为不同性了，只是保持原力。丙火和庚金怎么样？是有一点克了，是不是？因此这一步走的就有些坎坷了，不那么顺畅啊。这是哪一年开始啊？88到98，走的有一些波动了。我们再看乙丑好不好？乙木克不克己土？
克己土，外环境不好了吧？但是乙木克不克庚金？不克。不克，主业还保留了很高的地位，因为他已经上去了嘛，下不来了嘛，还在很高的位置上。所以这步是这样的，你们看甲子2008年好不好？甲木克不克己土？不克，不同性的，只是零啊，也没帮他。但是庚金跟甲木叫什么关系？七杀呀，忘了吗？庚金克甲木叫七杀呀，七杀凶意味着什么？要出事故啊，官灾啊！啊，你看偏官庚金对甲木啊，啊，这个偏官要出凶啊！而且这两个甲木对这个都叫什么？大运的是神啊！这两个忌神怎么样？哗哗起来了。庚金被他消耗掉了，你要去克他，去克他，所以这步大运好不好？所以薄熙来的大运早就看到，2008年以后他不收敛，肯定出大事。因为庚金太凶，甲木太凶，就是正偏官和所有的外部帮他的、跟他来往的人都给他起坏处。刚才不是分析了吗？偏财女朋友起坏作用，儿子起坏作用，比肩同事起坏作用，还有比肩呢，刚才忘了说了，比肩也属于偏的，也在起坏作用。所以2008年以后，他周围人都给他慢慢起坏作用。哎，请问他两个儿子，所以哎，可以断，两个儿子跟儿子是阳对阳，甲木对甲木呢也是阳对阳，所以两个儿子的遭遇，哪个儿子遭遇最惨？第一个还是第二个？单数啊，因为同步走啊，听懂了吗？就是父子叫阳阳，甲木和甲木也叫阳阳，这叫同步走。凡是同步走都取单数这个字，甲木这个字就是单数，打叉意味着第二儿子比较惨遭遇，第二儿子就改善了，遭遇比较好，对不对？那么薄熙来对谁好对谁不好你很清楚啊，包括他们家里。好，这是关于这部大运。那么这部大运开始要出问题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哪一年问题会更最凶？你能告诉我吗？你看啊，甲子大运是不是从2008年到2018年，这部大运他人生开始要往下走了，因为庚金克甲木七杀凶了，两个甲木又是很凶的，所有周围的人，包括女朋友，包括他的儿子，包括他的同事，给他起了甲木都是坏处，因此他人生要往下走。那么哪一年走得最凶？那你就看甲木哪一年最厉害吗？啊，甲木哪一年最厉害？水生木啊，阳水生阳木，哪一年？壬辰年，2012年。早就在他出事以前，你可以看到他出事的可能性了。2012年叫壬辰年，这个叫大运，这个叫流年，以后就会这样写的。首先，将来会告诉你的，它的作用关系是流年作用于什么？大运，大运在作用于什么？八字啊！你看壬水和甲木什么关系啊？阳性的水是阳性的木，这个木凶得不得了。然后再进到八字里头去，所以早就可以看出2012年在劫难逃，就这一步是最凶。你看再往下看前后了，没都没那一步凶，所以是他哪一年最后把他弄起来了？2012年，在他已经社会上在传他肯定要出事，我们已经看到12年跑不了了。他的八字太经典，如果他明确的知道2008年以后有问题，他应该加作为八柱人。有人说命能不能改，说不能改，我不同意。你知道了开汽车前面一块石头，你把它拿走了，车就不能翻了。你这块石头看不见，你肯定翻车。所以2008年以后收敛了，急流勇退了，就没出事啊。我们在座有个同学原来是搞药的，好多年以前，那我算过，啊，用奇门算过，是继续干还是有问题？因为他感觉到也难做了，我也算很凶，我说你继续干肯定要出事了，最好把公司卖掉，
他听了我的话卖了，结果跟他一起干的人都被抓进监狱了，就他没抓，他现在就在我在班上，否则他在监狱了。这是真实啊，真实不是假事啊。所以啊，准确的了解自己，少走弯路。我们学这个目的就是让自己和自己的亲友少走一点弯路。当然他不可能百分之百，但是信息会告诉你怎么样路走得更好。所以通过博士来，你可以大体了解一下我们每个人八字将会怎么来看。啊，我们最后留下几分钟再断一个命格，因为我们要四个命格都给你断一遍，我只是让你这里来体会一下大运的概念，流年的概念。好，下面我们再来一个命格。啊，我们请杨德啊同学帮我们再抄一个人，咸丰皇帝八字。来，大家不要看，就看白板的八个字，我让你来分析的。啊，辛卯年，一未月，一酉日，辛巳时。哎，我希望大家利用短短的十分钟时间，把前面几步能不能大体过一过？啊。好，同学们抄好了吧？我们第一步查日空，你会吗？会。日空什么？阴有日。啊，日空是不是五位啊？是。他八字里有没有空的？同学们。有。有。哎，出现了位置空。好，这是第一步里头的第一件事情。下面要写五行了，查表把五行一个对上。啊，辛是什么？辛金、卯木、乙木、未土、寒火、乙木、
油金心金是火啊，这是咸丰皇帝的八个字。下面我们要分析他的命格，走第二步啊，看看他的两个中间两个字有没有被双双绑起啊，有金有没有被绑，不可能，这个空的不可能对他有作用，没有绑，他自己是空的，谈不上绑。这里出现一个特殊情况，总是董事长冯空不见了，下一步怎么断？请注意，如果他逢空，他的前人代表他去看，请谁呢？比他资深的，请问比月令资深的应该是谁？年支吗？在他前面他是月支吗？所以他要请谁去看？请卯木替的，所以就变了，要卯木对他了，懂了吗？这是一个特例。当总司令董事长没空的时候，要请资深人士年支代表他出席啊，我要去国外访问了啊，你某位资深的董事，你去帮我主持董事会议吧。好了，现在卯木跟乙木是帮还是达？帮。加号还减号？加号。加号叫什么格了？旺，至少叫旺格，他代表董事长做了一个旺的决定嘛。那么下面就要回答，是从旺还是旺至喽？如果没有减号，就叫从旺；如果有减号，就叫旺至。下面我们来看乙木起的作用，铁三角。请问，铁三角是加号还是减号？乙木对乙木是加号减号？你不要马上回答，看他有没有支持的。有，这个支持他，所以呢，他正常发挥作用了。所以木帮木什么号？加号会吗？木帮木，所以加号，而且他有支持他干，没有支持就零了，有支持不写零，要写加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看这个金对他什么作用，帮还是不帮？不帮。下面支不支持他不帮？火克金说明下面不支持他，所以他的作用力是什么？零。我 不支持你干，所以这里就写什么？零，不支持你干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这里，这个字刚才还没分析了，刚才我们分析漏了一个很重要的参数，当他没有的时候找谁来帮忙？找年支来帮忙，因此中间这个字将来会受到这两个字的干扰，听懂了吗？当月令逢空的时候，他请人做代表，这个人就是年支，听懂了吗？好了，你们现在来看看，现在酉金处在什么状态，两边有没有捆绑他？火对金叫什么？火克金，是不是打了他一次？卯和酉叫什么？冲啊，冲双方都减力啊，六冲是双方都不行啊，冲是最可怕的，对冲啊，所以这个字被怎么样？双制了，听懂了没有？啊，我们刚才疏忽了，不能够，因为月令边上还有制的，但有人去帮他。是董事长请了一个资深的年支，所以这个字被双支了，所以这个金对木是减号还是零？零。听懂了没有啊？这里叫零啊，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啊，这个例子是很经典的特例啊。董事长不在，看这个卯酉冲减力，双方都减力，火克金被打，两次被打，所以不能发挥作用，写令。崔老师，请问是中间那个位要是不逢空，那个卯酉冲的话还紧不紧？还算不算紧啊？要不对这个断命格的时候不能这么看卯酉冲，断身体可以看，断命格的时候如果这个不逢空，这叫火淬金，还是两把火，照样
听懂了吗？用胃土含火叫火淬金，照样不行。好，同学们现在叫什么格了？只有加号和零，没有减号，所以叫从旺格。叫从旺顺什么？从旺顺住格。所以呢，咸丰皇帝的命格是这么定下来，叫从旺顺住格。听懂了吗？这是个逻辑思维过程啊。下面我们来定用神和忌神，看你会不会断。请注意啊，用从格从旺格，天干不反断，天干都反断啊，地支呢是要反断的，天干不反断。请问木绑木是好的还坏的？好的。为什么好的？因为我需要什么？需要帮助，所以这个乙木变成什么？打勾打叉？打勾。好的，打勾。听懂了吗？我现在需要帮助，木帮木，所以打勾。请问这个心经传导作用好的坏的？坏的。心经可以木，它打击了好人，所以它是好的坏的？坏的。坏的打叉。这个逻辑分析没问题吧？啊？好，我们再来看看。啊，天干折断，金克木是打击还是帮助？打击好不好？不好，我要帮助，所以这个怎么样？打叉，听懂了吗？然后这里请注意，在断用忌神的时候，命格已经断完了，不再考虑两边了，听懂了没有？这是有差别的。刚才断命格的时候看零格还不是零，现在已经不是断命格了，断用忌神了。这个日柱是直接断的，请问金克木是帮还是不帮？不帮。好还是坏的？坏的。我需要什么？需要帮助，所以这个打什么？打叉，懂了没有？这些逻辑关系你一定要非常清楚，因为这是下面要断的用啊，这是从旺格的特点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翻到啊咸丰皇帝的八字上去啊，这是我们表上，这是我这里这一页都是查到的，上面数据从你软件里查到，跟我们自己算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。你看乙木是红字，所以打勾啊，两个心经是原来的颜色打叉，酉金也是原来的颜色打叉，所以呢这就把那个所谓的咸丰的八个字的用忌神完了。在下面请同学们写什么食神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，请你告诉我乙木写什么。两个一样，永远写什么？比肩，写个比。心经跟乙木什么关系？金克木，克我尾官什么官？两个同姓的偏官，写什么？煞。你发现没有，这个八字是阴性的还是阳性的？这叫全阴八字啊，很特别的全阴八字。凡是全阴八字或者全阳八字有一个基本特点，波动大，好好坏坏，要好就很好，要坏就很坏，就是容易波动，人生容易波动，纯阳纯阴的八字。所以呢咸丰皇帝好很好，坏哗啦一下就坏掉，就容易出现这种现象，这种八字容易构成这样的人生特点。好，我们继续，这个心经已经有了，还是煞，对不对？同学们还剩下的饮食神在哪里，能告诉我吗？按什么方式走？是正随正，偏随偏，还是男左女右？为什么男左女右？因为两边都是偏，没法正随正，偏随偏，男左女右，所以所有的正怎么样都在这里啊，五个正都在这里，我不写了，因为这里三个都是偏啊，这是正，所有的偏在哪里啊？都在这，我不写了，这个同学们已经知道了啊，这就是看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果。
啊，看出了这样的结果。好了，同学们，你们来看一看咸丰皇帝的官业官位，贞观代表官位，理想不理想？理想的，但是外面的机会、贵人和阻力是大还是小？大。金科目啊，而且是同性的，所以外面的他遇到的外面的机会、阻力很凶啊。咸丰皇帝间发生了哪些事？火烧圆明园啊，慈禧的丈夫啊，啊，慈禧的丈夫。所以他在台上的时候，中国开始了百年之耻，从啊这里已经引燃着很多问题产生了，啊，这个另外呢，我们也可以看看他的身体。你认为他的身体五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，五行怎么样？看出来没有？哪个最多？三金三木，然后呢？一火一土缺水，当然不算很偏，不算很酷，但是不是很理想，不算很理想，这是第一个。四柱得不得地？木好金不得地啊。这个呢本来是木克土的，但是逢空好一点，没有太大影响。但这个呢金克木，这个火克金，得地情况好不好？也是不好为主的，五行不是很理想，四柱不是很得地，是不是？然后看合多还是行冲多？卯有冲，卯也合。然后怎么样？卯有冲是特别凶的啊，金克木往往是打击身体最厉害的啊。冲，合呢也有，然后怎么样？巳有怎么样？半合。合金半合。有合有冲，当然合的结果也很不利。合的结果增加了什么力量？金的力量。金的力量，冲木。你看这里的身体啊，你往西里断，金克木太厉害了。啊，一般金代表外力，木代表身体啊。一般情况这样，而且遇到这种格局的话，古代一般断什么呢？这个人容易摔死，或者突然意外死亡，或者现代断法叫车祸被撞死。啊，木代表身体，金代表汽车，遇到这种格局，车祸的概率极高。啊，一般是这样断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合冲看到了。另外，格局流畅不流畅？很不流畅啊！你看金克木，金克木全是克来克去的，所以他是长寿还是短命？应该是短命的。遇到什么样的五行？他最容易出身体上的问题，你猜到了吗？金是最忌讳的吗？你看三个金都是忌讳的吗？所以遇到金他很可能就不行啊。他是在哪一年的？辛酉年。是在辛酉年。几个金把他吓死，你把他身体打得一塌糊涂。你看壬辰大运辛酉年甲奔，这两个字太凶，全是克他的身体，金克木，金本身就是打岔的，就很凶了，啊！现在已经有三个金很凶了，再加上两个金，五个金都是最凶，所以这一年不是大病就是死人了，啊！应该概率是非常高，概率非常高，所以这里头啊还是记录了大量的应该说人生命运的信息的，啊，信息的，啊。慈禧的那个八字也有，都有。你要有这些历史上名人的八字都有。就是他死的时候是不是慈禧克他克？我们来看看慈禧八字就知道啊。从女的命里头会不会克丈夫？这个克不是真正的克，就记录了丈夫可能什么时候出事的信号。很多人说这个女的克男的，不要跟他结婚，这种说法是不对的。他只是记录了这个丈夫可能在什么时候会有问题啊，不能说就她把丈夫克死了，这好了，这个女的就嫁不出去了，这就变成，因为她八字里可能有克夫的这个信号，实际上记录了这个丈夫在哪一个大运流年容易出事，
如果没有碰上这个大运流年，也死不了的。所以你找丈夫要注意，不要找正好克死的那个丈夫，就是八字大运就正好是冲那个丈夫的，那就容易出问题。所以古代比较讲究婚配八字啊，婚配八字。所以我们来得及呢，我们也到了古段法的时候会讲讲古人怎么来配两个人的八字，就结婚要注意的什么问题。好，今天我们是满堂观，你放心，明天上午我们会把今天的东西复习一遍，然后再往生里走，好不好啊？好，谢谢大家。